今年呢，我们得到有一件很特别，是刚刚制作人也有讲了，我们要送给我们天上的这个兄弟，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没有得到，对。但今天呢，我们帮他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奖杯送给他。没错，嗯，完整了，完整了，完整了，一切都完整了。第57届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，得奖的是。恭喜，终于完成了！同个决心。我觉得终于王很大得奖了，因为我们主持了八年了，然后我们一直很期待节目可以那个入围跟得奖。那今天我们真的是终于得到了，然后。八年，其实我看到这些工作人员，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得到有一些很特别，是刚刚制作人也有讲了，我们要送给我们天上的这个兄弟，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没有得到。对，但今天呢，我们帮他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奖杯送给他。没错，嗯，完整了，完整了，完整了，一切都完整了，小孩。也快要出生了，我就说我的小孩是带来福气，今天就是得奖，而且是第一个奖，所以我的小野人，男生，小野人带给我们这个福气是最棒。所以小野人，我们可以叫他金子吗？可以叫小金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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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野金子，野金子，野金子，我们明天头条就这一个，来，好，野金，那要不要给大哥们拍一张你们亲吻的照片？我们借位好不好？借位，借位，借位。你怎么那么好 Q？ 因为玩很大，得奖就是爽啊！好啦，来啦，第一个奖哎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跟坤达哥，我们也要谢谢他，因为就是今年这个人气奖嘛，是比较不一样，是用玩粉跟观众在投票。对。然后达哥真的是完全使出了全力，用他演艺圈的人脉，甚至把老婆都供出来了，来帮我们。但我必须说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。嗯，你已经加入玩很大八年，我加入第一年，然后刚好就有这个人气奖，对，然后我就第一次来到了金钟奖，就得到了。对，玩很大其实对我来说，我献出了很多的第一次。对，对，真的真的。啊，他夺走你很多第一次。对对 对, 對，是的對是。好的，那两位拍照喽，拍照喽。我不行啊，亲一个喽、欸。这个。我们老婆会吃醋呢，亲一个，借位的亲一个，好，好，好，很有诚意了，啊，专业，亲啊亲啊亲啊，欢迎来到双帅的婚礼，好的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跟其他大哥借一下照片好了。真的很好配合哎，哦，配合度好高，恭喜，可以可以了，OK 了，谢谢。